浪漫片。其实还是挺美的，这个连通道。我现在要去吃早餐，然后这边呢吃早餐要走得非常远。它早餐主要有三间，一间大家最知道嘛，森林餐厅，然后那间超远，要搭车要5分钟，然后还有自助餐也是要排队，还有一间中餐厅比较近。我现在走到这边了，可是我们刚在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走到一在这，所以我们刚刚是这样走。哦，走错了，走错了，回转。新野啊，虽然在网络上的评价，大家就是说，我觉得一定要来。对，当然我也是对新野很有憧憬啊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来了之后其实蛮失望的。我总共在这边住3天2夜啊，本来想说会不会在这边多住一天，告诉你，现在才住一个晚上，我不会再多住一个晚上。房间真的是让我们老旧到一个不可思议。新野房间听说很小，看起来，那我刚刚发生一件事情，我刚才要关厕所门，我为什么卡住了？这到底是什么格局啊？我是不是需要减肥？是怎样？啊，你看这个走道阴森森的。哎，他怎么给？这是给我这什么床？怎么有3个床？确认完毕之后，这边确实没有灯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自己靠自己，很有气氛的用了床头灯，要这样子往上打，还可以玩影子游戏。房间呢，就是这种老旧的壁纸，那这边都翻翘起来了，这看得出来是有一些历史痕迹的房子了。看一下卫浴，我这个复古的门把比较旧一点，好。虽然是新野集团，但是毕竟这个度假村有点年代了，有点年份了。接下来看一下其他设施吧，反正我是来滑雪的。晚一点呢，我们去看这些东西。我们去看这个跟这个。听起来它这边的设施应该是蛮厉害的，什么水之教堂啊，什么 Ice 冰城啊。我们接下来就准备看它的硬体设施厉不厉害，餐的部分厉不厉害。我目前来北海道这么多天，已经快1个礼拜了，我还没有吃到半餐好吃的东西。我在家煮都煮不比这个好。光是迷路就迷到把时间都浪费掉了，然后半点标识都没有，也不写。这个是我们市区，没有市区，而且只会给一张地图，地图上面写的清楚，上面画一条线，然后都没有写连通道是哪一条哪一条，半个平台都没有。看来小红书才是最新网络推荐的好东西，不要看 IG 大家在讲好话。我们刚才走回去之后，然后发现又不是这边，但是我们刚走这边上走一下就过头了，所以到底在哪里啊？是不是森林餐厅？我7:30开始走，现在已经要8点了。吃个早餐要先走空腹有氧30分钟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应该是森林餐厅的早餐。然后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景观，它这边摆了很多小垫子椅子，一个小椅子，小垫子，应该是一个人家在外面等候的时候给客人坐的。我走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到了。现在8点，哇，人变多了，开始在排队了。但是我本来不是要来这间的，怎么现在出现在这里了？早餐喽，法式吐司吧。鱼肉丁，这个超好吃的。刚刚把人家骂那么久，哦，好好吃哦。这个很好吃，这个，然后还有乌龙面。炸鱼排，这个也不错，法式吐司。嗯，这我可以一个只能吃5个吧？5个，那你今天就吃5个这个就好。嗨，各位，这是滑雪的最后一趟了，所以我决定在这个山顶上面跟大家做滑雪的最后 ending。我这次滑雪总共上了6天的教练课，滑雪的教练课一天的费用大约是在18000台币左右，他们会有什么6个小时的课程，中间1个小时的休息，
全天的话大约18000，那半天的话3小时稍微贵一点点，大约会在10000块台币左右。好，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投资啦。伊本的性格喜欢把每一件事情有始有终。有粉丝朋友问伊本说，为什么我滑的是这种 ski 双板，为什么而不是 snowboard？ 一方面是我非常喜欢速度感。其实如果说有在看冬奥比赛的人都会知道说，可能在 ski 上面的一些滑雪动作啊，它的时速可以是基本随随便便就时速破100的，时速破100 km 哦，随随便便。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有点 old school， 我喜欢有故事性、有历史性的东西。以前滑雪板是交通工具，可能在瑞士、在欧洲他们的雪山的一些交通工具，在 ski 的训练技巧上面发展的是更加的成熟啦，然后它也更多的优美感的动作需要去练习，例如说在地板呢、如何去画出一个很漂亮的 S 弯，而不是立字型的闪电弯等等的动作，然后甚至要单脚啊什么的。废话不多说，就把这趟滑下去，泡个裸汤，再去市区吃螃蟹。OK， 这样卡进去后要轻一点。如果你躺在地上，你这个就是你会这样子嘛，因为你所以有些时候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把头就会很容易往前，所以不要卡得太近。看到吗？还是一样保持那个弯形。哇，记得那个很深啊，对，超级深。坏手机，好，所以现在就是手机的问题了。最后一天的验收，在旁边轻松点的地方去转。真的。街吃个午餐，这是印度饼，对，它里面有起司的，然后是滑雪教练说超好吃，然后沾这个咖喱酱。前面就是滑雪场，就是我滑了一整天的滑雪场，然后等一下要搭这个缆车去看上面的平台。我本来想说要滑雪直接从上面滑下来的啊，有人就说他滑不下来，然后他说他搭缆车上去，拉着我跟他一起搭缆车。我雪券买整天，下午整个半天都不用滑了。你可以继续滑，衣服都换好了还滑，哇，拉起来一点，哇，哇，这印度饼很会摊细耶，摊那么高，它那个起司甜甜的，然后那饼皮外酥内软，很蓬松，欸，很好吃耶，这比必胜客还好吃。这个饼真的超级好吃的，我发誓，我隔天退房前又去买一次，我给它满分3颗星。你看吧，就是怕弄到我衣服。光光的。现在正在搭乘这个广东拉的缆车，然后是星野度假村最长最大的一条缆车。如果你要到上面的那个云海咖啡厅，注意一下时间，这个缆车呢它3点就不能上山了，所以的话建议大家就是中午以前来会比较好。我们就是要去这里，去这个到了云咖啡厅这里，然后呢，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它有那个很有造型的咖啡跟冰淇淋，超冷的上面，在这边就可以在这边点餐。等一下再到后面带你们去看风景。你看云朵，很可爱，云朵冰淇淋，走去外面才不会融化。带你们去看超美的风景哦。星野度假村最值得来的地方，很美。我发现这冰淇淋都不会融化，我想看。哦，对哦，
我刚才要咬，然后对面的表情就，如果说你没有来过新北度假村，你一定要冬天来一次，真的是太美了，超级冷的，负20度，冰前都不会融化哎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新野虽然设施很老旧，但是大家依然要来。没办法，这个风景太美了。完全没有人。哇，这个滑雪车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超级冷的。在10分钟，最后的搭缆车的时间就要关了。你们看，这边的树全部都结冰了。好，我要下山了。哦，我鼻子一下子都冻伤了。到了新野的微笑海滩，听说它这边有人造浪，就是它会有那种浪花。开始人造浪了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微笑海滩吗？那非常的 peace， 都没有比基尼。是这样吗？我乱讲。它这个微笑沙滩，它是全天候的温水泳池，所以即使是冬天来，像现在外面-15度，刚刚冷的要死。你也不用担心说来这边啊会感冒。那我们要去泡汤咯，去那里。又有走不完的通道，我今天换往另外一边走。我觉得呢，新野的好处就是台湾人、中国人都很多，因为它的服务设施基本都有中文，然后就有做全中文的服务。那你看这些地毯都是新铺的，就在疫情期间的时候，新野它也是有做更新。对啊，你看这个油漆都全部，这油漆全部都重新漆过了，看得到地方还是新新的。因为这边也有一些人没有住这里，然后也是会来这边买设施门票。哇，大家都在跑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现在大家都要抢餐厅的位置，很怕没位置，结果还是要排一下队。这个肉开吹中，不是。就是吃肉的季节。看一下晚餐的价格，晚餐的价格是3900。哎，我发现一个东西，这个，这是鸡胸肉。有鱼头哎，看它的身体，对对是8/40课表，在这个新野里面要往返每个 G 啊、I 啊、A 啊、J 啊每个点的时刻表。哇，好准时哦！新野的专用巴士，托马姆。还是冰城了，现在只有-18度，而且那边还有一个冰的钢索可以溜到对面去。我刚才以为这上面这个是雪花，然后结果这是塑胶片，这不是冰。我蛮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冬天如果结束，他们会把这个拆掉，还是让它放在这边自己融化？感觉这自己融化应该蛮酷的。我发现全部都讲中文，这根本就中国城嘛。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不想要冷得半死，从出口进去马上就到。你如果想要去看刚刚那个投影，就走正门。你如果想要赶去冰屋，不要像我这样子，已经有点嘴巴颤抖、手脚发红、耳朵发紫，好冷啊！刚才前面那个太假掰了，这个才是真实的画面。都是冰屋，都是冰屋。这个景点真的很特别啦，超红的景点。你如果不是住客要来这边的话，它是要额外收门票的。它这全部都是用冰打造的，包含它的地板啊，这些都有特地去铺冰跟雪。这边有冰的甜点，哇，这是 Ice 冰城的 Ice Coffee。谁会在这边吃冰淇淋了？全部都是冰做的。在这边上班的店员很辛苦，真的很冷。这边是冰之酒吧。全部都是酒，但我不喝酒，所以对我来说无感。然后我们去隔壁，就他们这边冰屋嘛，有酒吧，然后有冰淇淋，那大家就会在这边喝。哦，这边有桌椅，也是冰块做的。
讲话都有点颤抖，我耳朵应该红掉了，对不对？它的温度是在-20左右，每个人都包得跟爱斯基摩人一样。这边有烤火炉哎。近一点，烤猪蹄，烤猪蹄，烤猪蹄，很浪漫。这边我耳朵有点小冻伤了，大家来这边要注意保暖，因为这一区特别的冷。然后这边也可以溜冰刀，它也有冰刀。他们在着装的是那个钢索，冰城的飞跃钢索。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条钢丝？这是爱斯冰城的飞跃钢索。然后这边在排队的溜滑梯，度假村就是要靠这些东西赚钱。哇、哦，好冷、哦，受不了，要走了，太冷了。嗯。然后这个烟越大，代表温度越低。啊！玩不腻。我都让你欺负我的影片啊！啊在星野真的完全没有时间待在房间里，山顶上的雾冰平台不论是日出黄昏都非常的美，也有很多雪中的打卡点 Cloud Bar, Cloud Walk, Cloud Pool 等你一一去踩点。度假村的室外活动超级的多，白天可以滑雪、骑马、雪橇、冰上钓鱼，夜间有爱斯冰城、冰之教堂、露天温泉等等高达30种以上的体验活动，室内可以去舒服的温水泳池，而且整个建筑还超级的漂亮，也可以看安藤忠雄设计的水之教堂点灯，也有超美的生之餐厅可以享受美食，还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在星野办婚礼，整个梦幻到一个不行。Even 强烈建议，就算来这边不滑雪，也要最少住到两个晚上以上，才有办法好好的去体验完星野度假村的精心设计。就算不住这里，也可以支付少少的费用来特地体验这些设施。度假村内也还有大量的中文导览与解说人员。如果你希望住得更舒服、更漂亮一点，可以去预定另外一栋 Resonair 的房间，比较新也比较大。我们就是太晚订了，完全一间都没有，当然也比较贵，一个晚上要价40000，完全都订不到。我一入住时，本来还在骂房间很差。我不会再多住一个晚上。结果要走之前，哀怨好多东西我都没有玩到，因为我都在滑雪。我很少称赞餐厅或饭店，但是星野的风景、设施与人文服务，我只能说明年再来北海道，我绝对要再来一次。